哇，他让你剪指甲、啊，他让你剪指甲。OK 啊，帮你剪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流血了？是用苹果？没有啦，用苹果我还要跟你收苹果。他只知道你看到，那不是苹果。哎、欸，今天开奖。哥哥在帮你听、哦。嗯，好，再来吧。哥哥在帮你听。下次开奖，今天开。听来，彩恩你会吗？彩恩你会吗？哦。来，起来。你看，来。不来。可以。他不会。很厉害耶你。哦。来，起来。哦，谁不来？刚刚你再要一次，那很厉害，对呀，这个弟弟很厉害。妹妹不要，要让你这那个要让你去帮妹妹，帮妹妹扶你顶是二，两位起坐。来，去帮妹妹，去帮妹妹，要她的脚，她起不来了。你再帮她用一次。哇，你超强的哎！你看，她扶着。你看，妹妹要用，你看。来，好。来，她是两个，哎，你两个脚都要。来，哇，来，一，哇，来，再二，一，一，来，一，哇，二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好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来，哇，他真的也学，对啊，好，那你教他跳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哦，柠檬蛇现在很厉害嘞，还会做那个给妹妹嘞。妹妹，我看看是什么？妹妹，我看是什么？转转，用这样。转转，哇，公主啊！哦，哦，柠檬蛇，那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公主。哇，真的。你要仰卧起坐。来坐仰卧起坐，弟弟你也坐。弟弟你也起坐，仰卧起坐，来一，来头。来，你要起来。来，你头起来，那个仰卧起坐。来，悠悠你头，悠悠不能了，悠悠没力气了。你看，你看妹妹还有力气，你看二，二。妹妹，你肉小都粘不起哦。二，来三，三，三。哎，他真的好像起得来耶。可以可以，没有，他会偷袭。对啊。好了啦。你看，你看弟弟的。在偷吃布，弟弟在偷吃布，弟弟在做什么仰卧起坐？你看，你们两个做什么仰卧起坐？头在动，头在那边晃晃头。再一次给妹妹看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哇塞，超强的。对。来。哇，你要挂哪里的？你书包一看。挂书包。哇，太过瘾了。妹妹要不要？你看。比赛，你看。你看他们在玩什么？那你跟我玩那个跳舞。你看你的屁股吗？来，扭扭扭。来，扭扭扭。来，哥哥会扭屁股吗？扭屁股，快点，不然他不会。不是这样，还是来。好，那排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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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哈哈，场景，要你报恩，好，到得动吗？哈哈哈哈哈，哇，脚还跨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，我抱得动吗？是阿姨，是全都。
只能画上去，好可爱，好小。哦，你要抓好哥哥。他背好，手抓啊。妈妈帮你抓，因为你不能抓，他就这边要抓。哦，可以。你先捡，我帮你要。来，你捡。啊，抓好哥哥脖子。哇！不是，他的手，屁股。来，你的手抓好。背。他没给人家背过。走，第一次背。他又要了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怕背起来嘛，他站不好。向后。会危险。他给哥哥抱抱。得了，有没有抱你？他给你抱，他学给你抱，快点讲。哇！哇！哥哥抱你，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哎呦！彩安会不会布？剪刀手布。你开哈，哈哈哈哈我跟你讲，你先关掉。哦，哇，你看跟我出一样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。你等下叫我们那个。不然就是用滑的。你用脚滑。你用脚滑，你最厉害的小三轮，你会滑。可以吗？那两只可以拆掉吗？哇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有，没跟你讲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好，你们要干嘛？大力点啊！没事，有怕我会弹出去吧？好笑、喔！你们做这个是什么？飞盘哦。是花朵吗？好玩吗？好笑，不好玩。好玩吗？好蠢。如果你觉得好玩，我就好玩呐、啊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这个好像是你们要轮流循环顺时钟。啊是。好大一点，来要求位置，好大一点。